悬疑问答。那如果说只有心，只有心的感知才是真的，借镜修心，修出圆融智慧，修出佛性，恢复我们的原原生态，同修这样理解可以吗？师父。可以。因为当你人间看到的一切，其实万物唯心造，就是你的心在起变化。所以修心修心，就是把你这个心修成自己本来具有的佛性，那你一切人间的一切都是是虚幻的空幻的东西，所以你所看见的东西叫你不要执着，这就是道理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。